老天后孙淑媚的香味。今天下午呢，特别在远东百货公司举办的签名特卖会，现场呢吸引不少阿妹的迷一起到前往这个为她支持加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远东百货下午的情况。孙淑媚第四张台语专辑《香味》的签名特卖会今天中午在远东百货举行。只见娇小的孙淑媚被白色加长型的凯迪拉克礼车载抵现场，让孙淑媚兴奋又开心。刚才啊，坐那一台车很大很长，那个三节式那个白色轿车，觉得好开心，而且里面什么设备都有。那时候我的心里的压力就来了，因为我会想，如果来这边没有人怎么办？对，就会很害怕，心情蛮紧张的。从现场的人潮看来，有不少的人支持孙淑媚，而为了配合孙淑媚香味音乐录影带中的蝴蝶造型，签名会现场还特地安排放出翩翩飞舞的蝴蝶，同时现场也抽出了即将在九月底和孙淑媚免费游泰国六天的幸运歌迷。这一次跟歌迷去泰国玩，我觉得蛮开心的，而且我们可能会去泰国一些比较有名的地方，像看人妖秀啦，看一些他们的表演。那我希望呢，去的时候能够帮他们受一点训练，教他们唱歌。而相当具有演唱实力的孙淑媚也现场演唱了专辑中的歌曲。电视台湾娱乐郑洁辉、洪玉文今天下午的采访报道。